近工作很多，毕业季又爱漂亮，总是要做很多造型。我们靠着头发变成这样，又干又毛躁。因为工作的时候要用很多的定型液跟电棒，让我的头发变成这样，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可是呢，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很棒的东西，哒，这是娜爱莎的洗发精跟润发乳。最特别的是这个娜爱莎的护发膜，我还没有用过护发膜，听说这个效果很赞，那我今天是第一次使用，我们就来看看它是不是真的这么赞吧。超柔顺的，不可思议吧？我刚刚真的吓到了，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没有到非常非常相信说洗发精它能够有多好的效果，就是那样。可是我刚刚把那个我刚包在头上的护发膜冲掉以后，我完全没有感受到任何一刻我的头发有打结，一直到我吹完头发还是一样柔顺。你们看这个光泽。是不是很心动吗？我刚在洗头发的时候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样的洗发精它不会像外面便宜的洗发精一样大起泡，因为我们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觉得起泡的洗发精才可以让我们的头发干净，其实并没有。我刚用这个洗发精的时候发现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泡泡，就一点点，可是我一洗完那个一点油感都没有，头皮还是非常的干净，而且它的头发是这么的柔顺，然后呢它的香味甜甜的，我觉得女生会喜欢。我觉得呢，头发对我们女生来说真的很重要。如果我们可以把头发保护好、照顾好，就像爱自己的表现一样。如果你们想要跟我一样柔顺头发的话，我觉得娜爱莎会是你的好选择哦。